大家好，我是陆嘉怡。布拉格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，拥有很多很漂亮的历史文化古迹，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入夜之后，布拉格的骗子就准备现身城市之中敲诈。无论是身材姣好的美女，很亲切的小贩，甚至跟大叔一样友善的计程车司机，他们都有可能是骗子。When I complained to that guy, I said, "No, it's too much. He's a liar." 这次康诺伍德曼就要带你揭开这些诈骗集团的面具，你准备好了吗？